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海泉哥，因为在第七期获得了当期的推荐金曲，拥有一个抽取我们的特权卡的权利。哦，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位你最想合作的音乐合伙人，直接搭档形成组合。哦，这个好。我想合作的这位呢，也许可以陪我继续实现这个唱跳的探索。哦，我啊，哦，哎，不是你吧？我说的是米卡。米卡，对，哦，就是让我有那种参加男团的感觉吧。欢迎来到老板电器烹饪创造时刻，海泉哥好，米卡好，老师好。这次米卡跟海泉哥是有合作，嗯，对吧？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其实我们选了一首，就20年前我自己写的歌，叫《种子》。这次重新做了一个更新的一个改编，我非常喜欢这个改编的版本。这首歌呢，目前编曲已经确定了，表演的想法确定了，但是我们在舞台上的，姿态、肢体包括动态怎么做呢？还不太确定。哦，所以我呢打算啊带着 Mika 去那种老歌舞厅寻找一点灵感。哦，非常期待哈。我们也继续吃、哦、好，特别是这个烤鸡特别的香。我跟你讲，香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用大厨珐琅蒸烤炸一体机准备的美食。这大厨嵌入式的这个技术啊，可以应用于台式，然后功能很多，对，然后性能很强，专业的那个蒸啊烤啊炸呀，美食马上出炉。对，不光美食好吃，而且它本身啊颜值很高。哎，跟二位一样。哎，是。走，带你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哎，到了。哇，我喜欢的。哦，哇哇！欢迎新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老师好。这是米卡，然后我是海泉。老师好，老师好。欢迎来到20世纪。我是从20世纪来的。其实今天我和米卡来，其实是来找灵感的。啊？就是我们想把一个很经典的东西，变得很属于这个时代的潮流。哦。让我们舞场上有个规矩，就是大家以舞会友嘛。那两位新朋友刚刚加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舞步。我的吗？OK， 米卡来吧。哎，我还是来手，不。你们要教我？哎，你跟我一起，教我一个动作。这个扭扭舞是这个吗？是吧？哦呀，嘿嘿嘿，哦，对，是吧？希望能展示一下自己的舞步嘛。哇哦，嘎嘎，我来一个。哇，这个那个时候都我们叫 wave 啊。哇，你厉害，哇，这么厉害，哇，哇，你可以啊，你可以跳舞。刚刚跳的这个是1980年的时候叫霹雳舞。我们主要是跳20世纪早期的一个摇摆舞 ，swing dance，swing dance，、yeah. 我喜欢。真的？我没试过。他没有试过啊？真的吗？待会儿来一起学一下。
这个动作我们是可以借鉴到自己舞台上的，当我们指出去的时候那一刻是不是帅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肯定好用。 Are ready? 加油加油加油，你看是绝对这个时代的潮男，我希望是他这种潮流能够把我们这首歌演绎的复古经典变成一种新的精彩内容。哇，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海泉哥，送给米卡。
凯旋老师他每次都会让我们就很意想不到，而且他会把氛围感创造得非常的足。就刚才我就感觉自己在看一个很新型的一个 fashion show 的感觉，很让人抽离，可以带到他们的世界去，就非常享受。对对对，很洋气，特别时尚，谢谢。这首歌叫做《种子》，谁能想到啊，这首歌居然来自20年前。哇，对，这是一首翻唱作品，不过翻唱20年前的我。刚看到的你们两个好像是舞蹈。对，舞蹈。你有教海泉哥还是海泉哥教你？不不不，他今天他教我就是跳舞。今天我们一起去一个 dance club， 然后那个时候他 freestyle， 然后他其实非常好，比我好更多。No no no， 怎么他有 freestyle？ 真的吗？没有啊，他可以 freestyle， 对对对。好想看 freestyle。想看，想看，我就是小时候这个在百老汇里面那个。这些东西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看看，想看。老侯来了，来，他解开扣子了，他解扣子了。哦呦！哇哇哇哇哇哇！太恐怖了，哇！真深藏不露哎！彦斌，彦斌来，斌哥，斌哥，彦斌，斌哥，斌哥，斌哥，他去我就去。我觉得男团不能少了赵磊啊！来来来，哇，好想看他们 battle！ 我的天哪 ，battle！ 天赐声音最强男团 ，Showtime， 赵磊。帅帅帅！哇哦，彦斌老师 ，Showtime freestyle！ 哇，这个！哇哦！哇哦！有请周深。Showtime！ 想要元气满满，请用东阳光仙愁草。你打了一张安全牌可不行啊！好，谢谢各位，来落座，落座，落座。哇，可以啊！哦，好厉害啊！哥哥们，你们都能出道呀！颠覆我对于哥哥之前的想法吧。我原来只是想说，哎呀，哥哥应该还好吧，就是来个搞笑或什么之类的。结果没想到，哇，认真的在跳。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今天的表演，然后也是刷新了我对于哥哥的看法，所以我现在还在惊讶当中，惊讶当中。我觉得其实像米卡这样的男团跳舞。唱歌会觉得很有活力，但是看海泉老师唱跳更有活力，这种活力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后我发现海泉老师的两个招牌动作依旧在这段舞蹈里。哦，米卡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人家是这样的，海泉老师是这样。有有有有有。然后这个的时候，海泉老师是，像达到那个一指禅颤动的特别厉害的效果。这个音乐人的手指是非常宝贵的，海泉老师的手指是他的灵魂。我觉得好的音乐它是不分时期的，它在任何一个时期调用出来的时候，它依然有那个魅力。然后我今天在这首歌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米卡，然后米卡在这首歌里，我觉得从演唱到表情到 pose 到舞蹈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国际男团的水准啊，在这种整首歌里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音乐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应该有的能力，让我们看到经典依旧经典，新锐极其新锐。
啊，我很喜欢这首音乐，因为这种律动在二十年前的华语歌坛上是几乎听不到的。然后今天呢，又加了很多现在新的音色、新的电鼓进来，就重塑了一首作品，非常喜欢。谢谢两位，谢谢。今天的这首《种子》，我听起来非常舒服。不是那种很吵很燥的那种东西，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今天它也是一种反潮流，所以我还是很喜欢你们的改编。谢谢。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海泉老师，也要恭喜我们的 Mika 在天赐舞台上拥有这么棒的一个合作舞台。